네, 커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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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커대. 一个蛋屋里，就是一个鸭蛋，团娃子回来了，就是团娃子的鸭蛋。我要削坤兔的了，哇，真的烦头，那样才香。你们是有多喜欢兔的？拿恁多兔兔来削？好，管了他们的，削我啥子东西？只是把手抱到那么削，哈哈。 专门去挑那哈小狗狗，我看你们那么跑，那个老人跑，又要坐在车里噻。做困的，那饭也等会儿放在那个牛里头嘛。这是二妹晓得提醒放在那个水里。这是啥？哎，那个饭，那个东西是什么？看我切的好大气，还好意思做，那么大气，好米啊。 你切的那么大块块的，哥，哎，我刚才才在说下午接他的，没有那哈儿急，他管你就他儿犟。啊，他那时候要洗，就备箱子，那些过了回来要箱子打包。哦，管他的。嗯，他有他的事嘛，他个人的成绩值得重点值得东西也重要。把那肥肉烤一下，现在又到了冬天时，这回是第一次他吃了。 说这一下他们大爷屋里的事，我们就来吃。哎，哈哈哈哈哈！我现在二妹最喜欢吃了。啊！到我房间那哈儿，哎，你别烟，把我的烟，把我伸出来，行不行？到我头发包包。有爷爷房间，爷爷说的喊我声。啊！他人都走了。那再叫哪儿过去？哎，路过的肥肠，尝尝哎呀。 我要饭了吗？哎，要饭了。好，吃饭了。那是我们种那个哈。啊，我自己订的。哎呀，哎，就是要恁他吃哈。他们今儿今天去爷爷帮我摆的。我刚才他们在那里泡多少小猪肚儿，结果又没烧，那个要来烧牛肉啊。晚上烧。嗯。不是，嗯，周一没到，我们吃不完。好，晚上再弄。你这个包谷好甜啊，那好甜。 那个萝卜不太甜了，嗯，今天是哪里买的萝卜谷庄？连你孙买回来的。哦。我就是把那个种子那个五角种子不甜。那个正好，今天好甜了。嗯。二龙头，哎，你喜欢的那个？你最喜欢的肥肠。你也喜欢，就吃东坡就上头。嗯。你上头。那个肉扒了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嘴巴不就要吃个？肉扒我超级好吃。 来，把那个肥肠拿过去，人没吃。嗯，没两个。爷爷也可以吃。嗯。你吃了吗？嗯。猪，我来吃个肥肠看看。我看看你娘怎么吃肥肠。那是卤了那炒的，好油儿哈。嗯。好香，我再吃一个。喜欢吃的吃了，妈妈就是怕胆固醇高。 我做做豆腐也可以烧，有时间嘛，你吃。嗯。这样。应该是这样。这是猪肉蛋儿。嗯，这样嘛，你要是。装完不对，这样，这样装完就对。哦。烧的，可能这。可能这个上有点烧的。他可能坐在沙发那里有点远。这个是猪肚，嗯。嗯。一个哑巴好可以吃。我们吃猪肉蛋儿的，猪肉就趴火。 我爸爸都吃不了了。嗯，就是故意给他吃完。就是啥刚才你说的跟他录节了，没叫你录啊？他录到哈儿都回来，他说不录去，他说要我给你拍视频。哦。嗯。他坐那儿工作还没发我，每天都给我钱。我还以为他要跑单儿嘞。他跑单儿。我给你的80-80块钱，他跑。嗯，你说过话。嗯。 那今天你没给他喊跑了，可能没喊你跟他陪他，不然不得给罚钱。还有个盲拍的嘛。不清两个是一样的噻，一体的，分不到，不准那个哈。妈，跟到你爸爸路嘛，我们要放心些了哈，有个人一路。他一个人跑的。那他不认我骑。咱们昨天跟爸爸一起去空山游山是孙悟空嘛。空山还好，那个空山上面，我们之前不是去过一次的嘛，那是实在我旅游小资上刷了。啊。那个不好刷，点儿不好刷，跟那个比起来点儿不好刷。
我在上头看到好多野花哟，野花，奶牛哦，不是黄牛，它那个花纹像奶牛，嗯，那个山上都像那种新疆原始森林那种。我看到你给我发的图片，还有、啊、还有野猪，野是黑猪吗？野猪不是野猪，它是国人养的黑猪。是不是跟你爸爸去？还有挺有趣的哈。嗯，我还看到了野生的绣球花，野生的还有野生的百合花。还有蓝色的花，那辈子都没见过蓝色的花。哎，你姐姐说起好兴奋哦，二妹都在想象。路边上到处是，就是土豆，土豆。其实你要过亲身感受，过看得到才知道那种兴奋。咬死我！你不要那个，最小的是你，最小的就要饭。哎，可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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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屋里就是你给我要饭，然后呢团娃子回来了就是团娃子给我要饭。他要饭他要饭他快跑跑要喊他晚上饭这个也要饭，他最后来路了怕他都不行了，因为就小就要饭，懂不懂？好嘛好嘛。